phases. Yes, it's amazing. Negativity is fading.好的，现在比赛开始了。是的，看起来像犯规，裁判给了任意球，选择了战术角球，机会怎么样？跑位很好，不过射门的脚法有待提高。 哇，他们几乎倾巢而出，禁区内已经聚集了多名球员，每个人都处于攻击模式。雷纳托奥古斯托采取了战术角球，拦住，攻门，可惜球只是稍稍偏出。我想他在射门那一瞬间肯定会觉得这球能进，有时候成功和失败就在这一线之间，非常非常的微妙。 视野很开阔，雷纳托奥古斯托佩德勒传中，费着越级，他出色的化解了险情，慢中激起，交球，他成功的将球破坏，打了一脚，没错，这脚踢得很远，对这个球不满意呀，球无人控制，争夺还在继续，能传出来吗？ 后卫正好清走了皮球，球失去控制了，看谁先抢到。阿什利扬抢断的位置很合理，这球可能非常非常关键。哇哦，太给力了，神仙也救不了。有时候不多想反而会有好结果，这球就是个好例子，步位打得很正，门将无计可施。 可以换人了，比赛暂停了。现在又要换上一名球员，我觉得这个换人意图很明显啊，他已经非常疲惫了。高的选择，无论如何都要制造机会。
脚转移到了前场，阿圭罗是吗？他抬脚射正，成功了，两球领先，比赛时间所剩无几，已经没有悬念了。不得不说啊，在这个位置射门不进的概率只有我赶快查一下资料啊、只有3%左右吧，我瞎猜的。非常聪明的跑位，他偷偷的跑过去，完全没人注意到，应该跟这个人说声谢谢，没有一个人来防他，真的很有问题。哎呦，这次换人啊，鼓舞士气，教练换人换得太棒。教练的指示就是让你上场去带来一些改变，看你能不能完成任务，为球队打进一球。现在是死球，场上即将换人。虽然他的体力已经耗尽了，不过斗志还，他们很有可能没法再振作起来了。寻找机会，送出了直 C， 他还在继续带球，有机会吗？球传进去，高高跃起，就这样比赛结束。他们今天取得了一场胜利，比赛中他们一次又一次化解了对方的攻势，胜利是自然而然的事儿。在90分钟的较量之后呢，苗指导，你对比赛有什么样的评价？他们在边路打出了流畅的配合，并且向禁区内输出了高质量的传中，这样的比赛往往相当具有观赏性。应该说他们取得优势完全是因为敢于冒险，敢打敢拼。现在我们要向观众朋友们说再见了，感谢本场比赛陪伴我们的专家苗坤。哪里，我更要感谢涛哥。